近日，关于陈晓宣布暂退娱乐圈的谣言甚嚣尘上。据了解，事情的源头出自陈晓近期的一次采访，媒体问他接下来的安排时，他回答说会休息一段时间，并表示打算在这段时间里给小星星筹备生日。没想到这番平凡朴素的温馨回答却被有心人曲解，以讹传讹成了陈晓宣布暂退娱乐圈，令人哭笑不得。而这个时候，陈晓工作室站出来辟谣，转发陈晓微博，并宣布陈晓一直在前行，也算是让许多粉丝心里的一块大石落下了，陈晓退圈的谣言也不攻自破。优酷娱乐整理报道。这世界很酷。